我只是想好好的看看你，能不能成为我的代言人。好，我这边加一个东西啊。你站起来，我看一下。手呢？你手。手给我。手给我。对，你给我。摸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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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别紧张，因为你抓到手，他很紧张嘛，他可能觉得很怪。你别紧张。没。我只是想看看你能不能成为我们。适合的代言人。觉得奇怪，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摸？你看摸了，别摸这么正常。对，爱怎么摸就怎么摸，爱怎么摸就怎么摸吗？这样吗？好，这样好。然后他皱眉头。哎，请准备。别紧张，那个我们拍广告的时候啊，可能会有其他特写。不可能他帮你，我这样，这是黄色，我都交到他手上了。这才是演艺圈的生存之道。继续对你们的，一直就是你对我的轻视，相信你永远不会走到陪吃饭这一步。好，再见。回旋镖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不用在外面，注定要去。喂，是可杀不可辱。